大家好，我是思文。都是一些很羡慕我的眼神啊。嗯，非常开心来到这里啊。最近确实比较闲，对吧？这个脱口秀大会也不去了，嗯，也不用给男人做饭了，对吧？现在就等着春晚给我发邀请了啊。然后前段时间呢，确实让大家吃了很多瓜啊，关心我的人也不少。那前两天张绍刚老师就非常关心我，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局，说金鸡侃侃局。我当时一听特别兴奋，还以为金鸡奖呢。那张老师接着就说了，他说他是主持人啊，我就知道我想多了。对，我跟张老师呢确实很久没有见了啊，因为前段时间疫情很严重呢，不能出门，所以那段时间呢只能在家开视频会议。开视频会议大家都经历过吧，就是你开视频会议的时候呢就不能走神，就你一走神特别明显，知道吗？所以说我当时开视频会议的时候呢，我就只能盯着屏幕里那一张张早就看你的同事的脸。以前看庞博吧觉得只是小帅，但这个庞博在呼兰旁边呢就是大帅，庞大帅。然后我最后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我就开始数那个呼兰的胡子啊，就数了半天，对吧？一共302根，白胡子还有3根。这个会开完之后呢，老板让我总结，你说我能总结出啥？我只好说呼兰真的不适合留胡子。而且视频会议呢，它就是一种说来就来的会议。你比如说前几天晚上啊，我跟导演约好开个视频会议嘛，我提前1个小时我就开始选衣服、收拾、化妆啊。然后呢，结果这个会只开了5分钟。等我换了睡衣把妆卸了，突然这个领导又要临时开个视频会议啊，我又一顿收拾。这个会开完之后呢，我留了个心眼，你说万一再有会呢，对吧？我就等等了1个小时，确定没有会了，我又换了衣服卸了妆。可是过了没多久，突然这个程璐打了个电话过来了。我当时看了看自己的睡衣，心想他打这个电话是作为前夫呢还是作为总编剧呢？你说如果作为前夫的话我就没有必要收拾了嘛，对吧？但如果他作为总编剧呢，对吧？结果我还没有接呢他就挂了，给我发了个信息说对不起打错了。这个视频会议呢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啊，就是这个有时候网络会莫名其妙的卡顿，就像这样。哎，思文，接下来是关于你的工作，明白了吧？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，那我只能说我觉得，你懂了吧？最后领导果然说，思文你这什么破手机，太卡了，赶紧去京东手机一站换新，换个新手机，等会回来看下一个会。然后，对，你真的不适合留胡子啊。现在这个疫情减轻了，我们可以出门逛一逛，但是我觉得男人跟女人出门的区别太大了。你像我们女人出门要花1个小时打扮自己收拾自己，男人出门呢只需要跟他喊一句好了走吧，他就可以了啊。而且我觉得男人啊，他如果自己觉得没有必要出门，他永远都不会出门，他能宅在家里一辈子。比如说我们公司的建国就是这样啊，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件事可以让他出门，那就是他手机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手机坏了就没法用手机上网买任何东西，包括手机。你说你只能出门买手机，对吧？但是你手机坏了，你要出门买手机就变成了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。比如说你得先用手机导航找到一个手机店，但手机坏了，就算你家门口正好有一个手机店，你挑好手机要手机支付了，哎，手机坏了，这个时候呢气得要发个朋友圈，但你手机坏了。所以你唯一能做的呢就是借别人的手机去京东买手机，并选择1小时打，只需1小时新手机就到了，而且最好一次买2个，这样手机再坏了就不用找人借手机了。没想到爆梗在这里吧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金鸡侃侃局啊，我要侃的有够多了，希望大家听到之后呢不要只记得买手机去京东哈，也要记得关心一下我和我的前夫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思文。